但是要听啊，要听。这么再三叮咛嘱咐，我父亲再三便是没有。你想一行没有，自己坐在沙发椅子上。我父亲对我讲到这儿，我还不以为是怎样，父亲病的稀里糊涂，不晓得怎么回事情，我就听了而已。可是父亲接着又说，又过了五六天，啊，又看着门帘一开，老太太站在门口，就说是想当孩子们去。我这是我父亲说的，这我就惊了。哦，我说是，要是一次朦胧，下午坐在沙发椅子上，这可是朦朦胧胧的、迷迷糊糊的，啊，不准。两次都是这个老太太告诉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老太太一定是观音菩萨，我拜把大悲忏，父亲见着老太太。那么两次还相同的来告诉我这种经典。那么这是正月初啊，在22，我的父亲就故去了。故去了，就是故去初二晚间8点钟开始，那时候还喝掌呢，在那迷迷糊糊躺睡觉喝掌，我以为不错，正念分明才喝掌。可是忽然间手开开了，眼瞪起来，变了。我心想刀绞，父亲念佛这么6几年，我现在不能。病好能往上这段时间也可以啊，是怎么父亲变这样子，瞪眼呢，长手，怎么跟念佛也请蒙古密宗的喇嘛也给他加倍也不行。经过2个小时父亲咽气，我在那个紧要关头，我就跪着佛前，我说这一定是亡魂呐、就是冤家披头散发扑在父亲身上，或者抓着父亲。可是父亲这一瞪眼就害怕，这时候对佛法更增加我的信心。我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跪着佛前，我就说是倘是有冤家债主啊，我超度你，你也叫我父亲往生极乐世界才好，不要抓我父亲呢、我就跪着至真跟前祷告。从那儿我就晚上就害怕，本来是父亲故去的，我过去摸摸父亲，以至于抱抱父亲，我也不愿意那么送出去。火葬啊，是土葬啊，我留在家里，天天还是我父亲这一块。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就害怕，一直白天还害怕，不敢到父亲的屋子。那个堂兄来哭啊，忽然就叭一声，堂兄还不以为怎么的，再哭又叭一声，这堂兄就不敢。出去一个老居士很修行，是大连市会议员，我躲着给我父亲回向，他很能修净土法门，回向他就在我父亲故去这天晚上，他在他家里头我在给我父亲回向的时候，也听叭一声，接着2声，他自己说，他说这是我在佛堂，我要信佛，不然我还害怕。那么从那儿以后啊，父亲不殡葬也得殡葬啊，不能留在家里。殡葬之后啊，父亲是屋子没有人住，我到那个屋子都毛骨悚然害怕。等转过年，从1周年之后，正好就是在台北呀、台湾电子公司做副总经理，这个裴先生那时候在日本留学，
他和我叔家这个二妹妹订婚，还没结婚呢。啊，那么放暑假从日本回来，那么我们就招待他晚饭。我那时候啊也没有出家，可是已经吃素了。那么吃完了，随着席呀、啊，那么还有几个人一块儿就回来父亲养病这个地方。那么母亲就说我在哪个屋子睡，我就在这个老人家那个床铺上睡。那么他上哪去了，我叫他托个梦告诉啊，这个老头子老回来了，提逗了，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在床铺睡，叫他托个梦告诉。一边说我本来我们不敢在我父亲的屋睡，母亲要在那睡我就不好意思说了啊。我和我弟弟就说我们一同和妈妈做伴儿，在爸爸这屋睡。那么两人说好了，就和妈妈一同在父亲这屋睡。睡到半夜一点钟，忽然间母亲呢吐了。吐着趴在那个父亲那个床铺上吐，吐着一地，就这么指着，你爸爸现在出去，你爸爸现在出去，那个脚后跟我还看见，脚后跟，你爸爸现在出去，我这一经过下地就给看母亲吐了，就给他捶后背，弟弟也惊起来，这时候苏家这个大妹妹老远听我们吵吵，就过来了。那么赶快拿本大簸箕给母亲扫啊，倒水漱口啊。哎，母亲这边说啊，那我看你父亲这从门口才出去，那脚后跟我都看见了。这个苏家这个二妹妹，就现在台北这个二妹妹，她呀，那么个人回个人的疗法，她回她的疗法。他也没有那么正式躺着，就横切在床铺上，啊，切着似睡不睡的，他就演着啦，就这么叫啊，啊，我是苏家大妹，从他疗房听说我二妹怎么叫呢？从大妹他自己疗房过来看我二妹没看呢，他在那床铺还这么叫，醒不过来。屋子的电灯也没有风，夏天啊，没有风，这么摇荡摇荡摇荡，笑，半夜好害怕，白天这么多人笑，那么再过去一同过去看，那个聊聊好了。一切准备好了，母亲还叨念啊啊！我就看见爸爸，看见爸爸的脚跟，我都看见了，还这么说。这个房子是大连海滨，我父亲在养病，租的。以后我们搬走了，一打听啊，有人吊死在，好吧。有人吊死的，嘿，这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以前部队医院的内科主任医术叫崔一恒，他就是在东市呢，有个先生，他太太啊，搬了那房子，晚上时常晚间梦中就看见有那么个夫人家呀，在那个。血水里泡的，那么以后知道了，原先住这个太太啊，就是得了夫人病叫血三崩，这个血一直流把人流死泡在里头。那么他现在住在那，他太太晚上就看着了，以前死了个太太泡在这个血水里头。以后他们就抄住他。那么我放蒙山呢，
那么以后我是怎么办，怎么想办法超度父亲这个冤家呢？那么我也会找这个佛教中有这个猛山，我就开始放猛山。这时候是27岁，以后30岁去到慈祖老法师座下的时候，我就又学，又学这个猛山。我这是从27岁开始就放，那么放到现在，以至于我到那个普陀山坐着那个小木船儿，在半夜的时候我也放。不过那个境界心情很好，那个小帆船有那个马嘟嘟嘟嘟嘟嘟开，我坐那个帆船边的那个风尘念我也放。间断时间很少，不过有一次得伤病间断。最近曾经也有想着他便是9点钟办完事情，是7点钟办完事情回来的累，那么当时说晚上放猛山吧，睡一觉再放。没想到一睡天亮也没放。那么说是有人说是放猛山要是有一天不放，那个亡魂啊鬼神来找我们，那放久了他也不好意思就是天天放，就是偶尔一天没能放他也不好意思嘛，是不是那么这样子超度啊亡魂啊这个功德很大，就7厘米。所以你讲六波罗蜜，这是布施波罗蜜，很大的功德。我们叫布施很多饭菜，那么得花多少钱？这个一个佛的力量，咒就是法的力量，在我们观想就是心的力量，那么合起来，那么价位都不可思议。现在诸位那么开始啊有这些，我现在就不教。大乘金刚陀罗尼有没有念21遍？有。那么就开始哈，这个诸位先不用学，我当时那么原是大家都放猛山，我会做一个汉语证明啊，体红放猛山呢。体红啊，这次在这会啊，停着呢，尽量把那个手印学会。口说这个密言，心做密观，手不会结密印，人家三密相应，起红学长二密相应。那么就会把它学会。这个开始观因缘性，你拿着也好，开始观因缘性空啊，可长空心可长，而中指开着，这不内部空吗？嗯，说是的说的好，说是的说的好。这个手啊虽然不动观想，这个手印在头上空，嗡刷是的刷是的好，在观想在右肩上，嗡刷是的刷是的好，在观想在左肩上，嗡刷是的刷是的好，那么在观想在心口上，嗡刷是的刷是的好，在那么在观想在咽喉上，嗡刷是的刷是的好。这是空观的咒，也说是也叫12因缘咒啊，也叫空观咒。完了，佛布三昧耶。那么求佛加倍，就像佛那个后面那个光一样，那么后面这个光里头
还有呢，有大鹏金翅鸟，还有天龙八部，还有那个吉祥云在后面。日本呢，它这个雕刻佛像还有这样，佛的后面很大一片，瀑布上面也Om Tathagata Dubaswaha在中间，那么莲花部上面也就像莲花一样说 Om Padma Dubaswaha 莲花部，那么这个像金刚宝杵一样，右掌在这个下，手心也是向下，这个左掌向下，手心向下。那右掌呢，手心在向上，那么大指或小指绷起来，那么两个都是这样，大指或小指绷起来。Om Padma Dubaswaha， Padma 就是金刚经那个金刚 ，Om Padma Dubaswaha， 求金刚目的这个菩萨加倍。然后啊，披甲护身，那么这样就是像金刚宝杵一样。Om Padma Gurave Padmasa， Om Padma Gurave Padmasa， Om Padma Gurave Padmasa， Om Padma Gurave Padmasa。Om Padma Om Padma Guru 对 Om Padma Guru 的 Padmasa， Om Padma Guru 的 Padmasa， 你们要照相也可以上来照手印，上来照，从我后面往前照手印，照的清楚。Om Padma Guru 的 Padmasa。那么你们照啊，你们照我再做一遍，能照得上张君呢？能将他都照了，能照就可以。那么我再做一遍啊，空观的这个印，空观的观，因缘性空。Om Padma Guru 在头上，在右肩 Om Padma Guru。在左肩 Om Swasta Swasta Ho， 在心口 Om Swasta Swasta Ho， 在咽喉部 Om Swasta Swasta Ho， 观因缘性空。那么这时候我们身体空，四大假合，那么心理也空，六尘缘影，完了 Om Tathagata Dubaswaha，佛菩萨弥在中间，我们头顶上也是向外，和我们一样的这么做，不过在我们头顶。Om Tathagata Dubaswaha， 莲花部萨弥在右肩上。Om Padma Dubaswaha， Om Padma Dubaswaha， Om Padma Dubaswaha， 求金刚目的这个菩萨加倍。Om Padma Dubaswaha， Om Padma Dubaswaha， Om Padma Dubaswaha， 披甲护身。Om Padma Dubaswaha， Om Padma Dubaswaha， Om Padma Dubaswaha。 这样说完了，那么开始念花园会上好菩萨，花园会上好菩萨，花园会上好菩萨。花园会上佛菩萨都是谁？还有呢？意思是说，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算是花园会上佛菩萨，中间是释迦如是那佛，这就关键花园会上佛，花园会上。那么文殊菩萨在左边呢，普贤菩萨在右边，中间如是那佛。
花园会成佛，花园会成佛，花园会成佛。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缘法界性一切无形道，那么观这个那个天台教官名相标解那个施法界呀，啊，那么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不出一心，都是一切无形道。那么这一观想一切无形道，那么第一众生就啊，就法不敌心的，恶鬼也法不敌心的，啊，就能免这些第一恶鬼的苦啊，就这样。念完了，就把这个诗盒啊拿起来，诗盒拿起来，我们的这个诗盒，拿起来。那个印子灯找我呢，有什么好的时候给那个证明啊，或那个起哄给我看看，给他们好的时候的啊，拿的时候这个三支的怎么的，这代表就是般若法身解脱三德。那么这个大支念的无名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发，嗡阿弥陀红发，夫掌手心向上，完了手心在仰上，嗡阿弥陀红发，嗡阿弥陀红发，嗡阿弥陀红发。那么夫掌呢是从里到外，仰掌是从外到里，三遍，完了之后。那么举着念，唯愿十方三宝慈悲安宁加持，就是这个弥和颂，这样。那么放在眼前，我呢还有个灵处，这个学密的行者玉峰，哎，那听着叫传密法还哪能这样？那个我还有灵杵，那个灵啊，那么拿在手里，表明方便之杵拿在右手，在心口上表明这是根本之体，观体的智，这个方便智是一体其用的智啊，还有那个这个。这叫金刚掌和金刚分掌啊，那么正面叫金刚福，汉语啊八丢，后面八丢，那么就是福，个八起来就是福啊。那么这叫金刚拳，大指啊，那么掐着无名指的这个第三个那个纹啊，那么这三个指就包起来。食指的掐在大指的背上，按在腰上，这是叫金刚，金刚拳，这是开始破第一，破招起，这个。那么这个灵杵啊，我等着起红或证明放了三年的时候，我就要增送灵杵，那么就可以用灵杵了，啊，哎。除在这的根本之，那么照这个体，达摩祖师那个面壁的根本之照体，那么这是起用分别之起用一体起用，那么请了花园会上佛菩萨，那么请那个诸佛菩萨的加持，以及召请诸天鬼神。那么我们最初练呢，先不用这个灵杵，不要学太多，不用灵杵，但是手印呢，那么观想，是这个密咒真言就可以。
那么这个临处放下，这个花园慧能佛菩萨若隐了之啊，接着这个灵的声音就观察哦，变身法，我们也是台湾岛，我们南投县，那么好多些鬼神呐、啊，八部天龙啊，那么都能听得到。接着这金刚拳按腰，左手啊，右手左，啊，右手是 Om Gurudev Soha， Gurudev Soha， Om Gurudev Soha， Om Gurudev Soha， Om Gurudev Soha， Gurudev Soha。我最初啊，在东北啊，他是听日本人讲话呀，啊，一哭就是去，一起骂死也是去，或者中文话都没有这个，中文话叫去，什么叫一哭呢？差得很远。以后我在苗栗那住啊，遇到我啦。无锡人讲的，听得懂吗？人台湾公婆肉为无能怪，其他们都是怎人讲，其他们都是讲的人讲，讲都是讲究漳州人讲讲一起，怎人都讲一苦啊、哦、我说是。那么还有这个广东话的客家话也有传到日本的浙江，它是沿好浙江福建广东的话，经我们台湾琉球也有直接传过去的啊。那么这时候知道啊，嘎切兰波的那个切就是切兰，就是嘎兰啊，切罗地也就是